来到股海大丈夫现场，为您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，建成老师好，田静好，听到朋友大家好，老师今天是九二一耶，九一哦，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，您在新竹吗？我在台北，哎<诶>，<对>那个时候已经离开新竹了，睡在隧道夜。因为我后来就是要往金融发展嘛，哦、所以就到台北的这个那个，哦，我以为老师那时候还在新竹。 对，到台北投资公司见习、哦啊哦。哦哦哦哦，黑连习尊啊，那个时候九九二一在台北也很严重哎。对，就是半夜有没有？嗯，被摇醒。对啊。然后摇一摇的时候呢，嗯，一般我们想说，哎、欸，摇几下，那没事继续睡。对对对。奇怪。<laughs> 怎么睡好久还在摇？对，那个时候我记得摇一分多钟啊。对，我想说摇很严重，怎么摇？我就觉得怎么摇那么久？他摇那么久，我想说不行，我说再这样子哈，我明天没办法上班，因为因为你会睡不安稳嘛。嗯嗯嗯嗯。那所以我的做法是哈，像我不喜欢跟他纠结。嗯。好，我为了要让我有一个睡个好觉，然后明天可以有精神上班。嗯。所以我就下楼。嗯哼。我就把车。 开到空旷的地方，然后老师好有危机意识，然后躺着继续睡，再睡在车里，然后继续睡，因为因为空旷地方，管你发生什么事情，除非我这个地方地裂了吧，是，对不对？整个车被吞掉了，不然空旷的地方应该就没事，对啊，台北市还是找得到空旷的地方。 哦，所以老師你到公园旁边，<laughs> 老师的那个危机感很很很明显哎、欸，而且呢，知道去找寻安全的地方，哎、嗯，这就等同已在股市当中。当你发现哎，好像状况不对的时候，你第一时间你在做什么？然后呢，你是不是懂得去做一些危机的处理？其实同样也是如此哦。那在 股市当中，老师其实常讲到一个观念，就是当全市场大家都在讲，全市场大家都在追捧，全市场都很热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你就应该要小心谨慎，你就应该小心要准备做好一些防范于未然的动作了。这一路以来，老师都是如此，对不对？是，没错哈、哦嗯，包括在八月份。 我记得八月份最夯的时候，老师那个时候在八月中吧，应该八月十六、十七那个时候就开始不断的在提醒，提醒什么？那个 AI 哈，任何反弹都是逃命波。嗯哼，哦、嗯，那是全市场大家都在夯，都在疯，嗯、根本没有人听得进去哎。但是老师你总是独排众议。呃，<laughs> 因因为很简单呐、啊，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呐、啊，嗯、因为大家都讲的事情，我都讲说，嗯，人很习惯哈，嗯。嗯 我们讲这叫什么羊群效应嘛？Oh? 哦，这叫 herding 哦、oh,，herding 与 f、uh huh. 就是你会跟着人走，或者说我们讲这也是一种从众性。嗯嗯、uh，好、huh.，因为你如果没有自己有一个独立思考判断，uh huh. 你会选择倾向站在大多数人嗯哼的那一边。嗯、uh，好、huh. 哦，那那你因为因为你会觉得这样比较安全，是好、uh huh. 这样比较安全，嗯、uh，huh. 这样比较不会做错决定。嗯哼、uh，huh. 不过我觉得很残酷的是。 股市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法则，嗯，不是你站在多数人那一边是好、哦、就可，以，因为这不是选总统，啊哈、uh huh. 哦，对，OK。<laughs> 那如果说，可是你会想说，那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做？嗯，因为这样才会有安全感。嗯哼，当你对不对？对因，因为人多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比较安心，因为你在人的那一多人多的那边，你会有安全感。嗯哼、uh，huh. 因为你会觉得你不会。 做错决定，嗯哼，因为大家都跟你一样，嗯，但是股市很，嗯、股市偏偏就不是大家跟你一样，对啊，因为赚钱永远是少数，对对所以你必须要在站在、哦、你发现对你发现股市在股海里面赚钱永远就是，嗯，跟这社会上的法则一样，嗯，八零二零法则，嗯嗯，嗯嗯我们讲说这个这社会百分之八十的财富，嗯，集中在百分之二十的人的手上，嗯哼。 其实，在股市也是啊，对，百分之八十财富集中在百分之二十，甚至更少，搞不好百分之十，嗯、说不定百分之五的人的手上。嗯、对、就是，就是就是就是这个，其实这是社会最现实的问题哈、哦嗯。对，那我们回过头来讲说，因为前面六七月，特别七月的 AI 长翻天了，伟、嗯、创先开始嘛，对，伟创广达，所以他们在七月底先见高，伟创。对，可是并不是。 每个人都赚到，嗯哼，有人很早上船的、上车的，哦，所以整个七月你赚 AI 你会赚的很过瘾，嗯哼，那因为有人赚的很过瘾，那财经节目也都在讲，所以就吸引那些没赚到的、没赚到，比如说七月没有赚到钱的人，嗯哼，就往那边靠拢去，因为觉得这边好赚，嗯，那因为你刚去，他又在主升段，嗯，好，或者是就算在陌升段。 你刚去，哎，你就赚到钱了，你会整个嗨起来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这么好赚？对，对不对？那当你觉得好赚的时候，通常危机就要来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其实三年前的航运航海王也是这样啊，对，每个人都觉得说，哇，今天当冲好好赚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货柜三雄，你随便做一天就可以，一张就可以赚一万。 好，因为一百多块的时候，一个涨停就十几块。哦，那很很对不对？那你充个五万赚，弄个随便弄个五张，你可能就赚个八九万、十万。感觉很过分。你就觉得哇，世界怎么这么美好，钱怎么这么好赚？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少年海神呢，就出现了。好，OK，那因为前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让你这样赚，你都会觉得说，哦，嗯，就是这样。原来股市这么好赚。对，你没有觉得说后面会有什么风险、危机？嗯。好，那。 大家都觉得好赚，大家都来了，甚至很多人工作都辞掉，投进股市了。对，哦，所以但是你会发现，其实、嗯、通常当你觉得好赚的时候，都好景不长。哎、为什么哈？我讲给你听哈，我们就用货柜三雄那一个时候举例。好<历>、哦，因为我们我们之前讲过，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把这一段、嗯、那个我们讲这叫什么？嗯，细节的部分、呃、细节啊，或者说投资的心路历心路。嗯 心路历程，我我们我们可以把你分析的这么精细哈，来，我说好赚通常都不久，对，以富贵三雄为例，在二零二一年的一月到五月这段时间，嗯哼，好，先是从呃二零二零年年底是，比如说阳明长隆，那是十几块啊，对。 二十块，因为我有做，我没有带会员做十出头哈。对，其实那一波从十做到二十也是翻倍到三十，嗯，其实三倍对不对？对啊。可是如果你从十块一路报到三十的人，嗯，你记不记得？你记不记得在二零二一年那个一月的时候，在台积电法说结束，嗯哼，台积电上演一个人的武林，那时候六七七，那整个一月。 到二月过完年那一段时间，嗯嗯你手上没有台积电，嗯、真是闷到爆。为什么？对，只有台积电跟台积电供应链在涨，没错<錯>，其他族群都没在涨。嗯、對對我记得，对不对？我得为什么讲这些？因为我自己在操盘嘛，嗯、我很清楚嘛。想、嗯嗯。 台股的历史事件，嗯、<哼>我都是历历在目、哦。真的，所有的兴盛衰起，<对>老师通通都经历过。我就好像一个影像照相机哦，就在我的脑海里。对，通通都有，而且老师的记忆力又超强。二零二一年，啊、我记得一月份那一年哦，如果你有印象，嗯、对，<laughs> 那一年台积电上演一个人的武林。嗯、其实台积电已经很久没有演一个人的武林。 但是那个时候很疯狂，而且那个时候台积电的股东人数创历史高，因为大家就去买零股，买不起的连零股都。我记得它就是四百多块一个跳空上去，就冲到对了五百六百六百七之上哈。那时候你去，因为台积电的那个，台积电的那个，台积电的权证有没有？因为很牛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台积电权证通常都不太赚得到钱。嗯哼。 好，所以它的杠杆倍率通常蛮高的哦。对，因为赚不太容易，波动不大嘛，所以它杠杆倍率就就蛮高。那你那时候做台积电全证可以赚很多钱，因为台积电突然短短的时间，那个月可以从这个四百多块到六六八八，对不对？先到六百七，对，先到六百七，对，二零二一年才到六八八，对，好啦，对，所以二零二一年在那时候，台积电一个人的台积电一人五零那时候的货贵三雄， 他从十二月底，十二月底涨到三十，嗯，摔回哪里？摔回到十七八块。哦，也就是冲了两三倍之后，然后腰斩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跟你讲，我们没有在看 K 线，是是，完全是脑袋瓜里面记忆。对，各位，嗯，亲爱的，三十几，三十块摔到十七八块，等于是将近腰，跌十二块，那是跌几趴？你们想一想，将近腰斩，四十趴。嗯，对啊，四十趴。嗯哼，换句话说。 你做股票，我一直跟你讲说，你要看这个产业的趋势。嗯嗯、你如果不看趋势，你贴着盘做的人，三十、嗯、到十八这一段，一定很多人被洗掉了。嗯、<哼>甚至怎么样？停损。因为你不是买在十块。对。好、哦，你不是买在十块、十五块，你也不是从十块、十五块一路爆到三十块。嗯、<哼>你是。 可能十块买，搞不好十五块你就卖掉了，然后二十块再追回来，然后二十五块你再那个二十五块你再卖掉，很不巧三十块你又追回来了，你中间都是差五块差五块，有的人可能差两三块，有没有？是。可是因为在一个多头行情时候，你怎么追都没关系，你会解套。我短线追高了，比如你追二五跌到二二三，哎，就还有给你到了二七二八，对，你怎么追你都会解套。 好、哦，我说两个月前的 AI 就是这样子。嗯。可是呢，当一月上演台积电一个人的五零的时候，是这些股票突然从三十块，砰砰砰砰砰,砰，扳回十十七八块。Uh huh. 我跟你讲，一堆人停准掉了，啊哈、uh，huh. 对不对？嗯、uh。Huh. 可是从三十到十七八、十二块，嗯哼、uh，huh. 我们刚刚讲说，四十你从十到三十到三十的过程，uh huh. 你是卖了又追，卖了又追，uh huh. 嗯。 你不见得给你完完整整赚到十二块钱。嗯哼，没错。可是你从三十掉回十七、十八的时候，你就亏十二了。对，对不对？嗯哼。其实亏十二，就一二十块钱的股票来讲，等于是三十块五啊，十二那是四十拍，嗯，对啊，四十拍，四十拍，嗯哼，对不对？嗯，好来，可是好那然后呢？嗯，接下来。 台积电一人五零演完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二月底三月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因为货运的每个月业绩都一直出来出来，因为疫情开始爆发了，对，所以就开始塞港了，对，业绩就一直出来嘛，所以那时候，后来到五月十二号以前，是不是涨到一百？有，对不对？羊哼，洋隆、长明、万海涨到一百以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从从跌回十七八，嗯，然后。 二月、三月、四月五月，这三四个月给你涨到一百块，对，涨到一百块嘛，好像一样逻辑还是一样。嗯哼，好，你沿路追，沿路套，解套，解套卖了，再上去，再追，对不对？再追再套，可是还是在大多头，还是沿路上去，再解套，解套了，如果不是报完整一个大破段，你就会到时候又又会跟一月到到了五月十二号那一天。 台股盘中大跌一千四百点的时候，对，阳明跟长荣又是从一百杀到哪里六十块，又是多少四十趴？没错。哎，为什么都是一个礼拜？因为四十趴都是融资要断头的临界点。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嗯，是的。OK，好。嗯，所以就是从五月十十二那一周一百块，然后就跌回六十块。对，很快。嗯，好。所以，你看哦，嗯，再来呢。 就从五月之后，对不对？对，五一七三级警戒过后，五月之后，嗯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们刚讲第一波，嗯，涨到三十拉回那一波，大家都没有觉得航运好转嗯哼，OK。到了这一个五月中，到了一百再拉回，对，拉回六十，嗯哼，五月中对不对？四月大家就觉得，对，觉得它好赚对，他觉得好赚嗯哼。 所以，当你觉得它好转的时候，你转上瘾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回档都就是四十趴。对，而且很短的时间、哦欸，对，很快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嗯、其实阳明长隆望海在那一年当中，嗯，是，你中长线来看是大多头、欸，诶。对啊，没错啊。可大多头一月跟五月都有人怎么样断、嗯、头？ 因为它一个回档就是四十趴嘛，对，嗯，断头，因为它回档不是五趴十趴，不是你可以承受得了了。懂。可通常二十三十的时候，你承受不了，为什么会四十因为那都是他承受不了了，因为要断头了。是。然后停损了，你停损，很多人不是停损在五十、嗯、二十，都是怎样受不了停损出去砍出去，懂？结果你砍完又喷了，又喷了，喷到了，对，喷到喷到六月七月底，呃，七月初六月底七月初，对，到两百以上，嗯。 对不对？六十六十到两百四，嗯，我那也是一大段。六十到两百四，翻四倍，六四两百四嘛，嗯，四倍。可是当一百到两百多的时候，那随便一张就是一两一两万的时候，嗯，因为你如果阳明长隆，嗯，一二十块的时候，你买一张两张，那是一千两千，你没有感觉啊，对，你也不觉得你赚起来特别爽，嗯。可是到了 两百一百两百多块的时候，买一张下去，今天一根涨停，一万两万，哇，好过瘾，过瘾哎，那就有感觉啦，是啊，对嗯，非常有感觉啊。对，但是那时候你很多人，他可能在几十块钱，甚至一百块钱，他可能只有买一百万、五十万。嗯嗯。可是当他觉得好赚的时候，一天可以赚一张，可以赚一万两万的时候，那干脆怎么样？嘿，就给他越下越重，越下越重。你本来可能只有拿一半的钱，后面想说干脆 all in 了。对，因为好赚呐。对，嗯。 没欧影没是一欧影，就是在高点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时候的成交量一天两百块股票，居然可以五六十万张，很吓人，对不对？占台股成交值的一半，那时候是七八千亿，一半是四千亿，都在航海王这三家公司对你就知道疯狂到什么样的程度。太热了，过热了。可是你看哦，从五月底，我刚刚讲从五月底对到一百。 呃，从五月中到七月初才一个半月。对，从一。可是真正嗨的时候不是前面半个月，嗯，真正嗨是后面半个月，嗯哼，也不是后面那一个月，嗯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从五月十二号，嗯，以后这个长隆、阳明还要从六十，他要先回到一百，因为有人套在一百，对，先有人在五月十二号那一天套在一百，嗯哼，所以他要先回来一百，让。 五月十二号以前的人，一百块先解套。对，所以解完套之后，你发现接下来从一百到两百多，这段时间就很快，就是一个月，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，一个月，因为差不多就是六月到七月哈，就是这一个月到最高一个月，嗯，一个一百一百到嗯，就一个月一哇，一个月就结束了，对，就最嗨最热飞龙在天一个月，嗯，所以你去看 AI 在七月是不是？ 很多也是一个月一个一倍，一个月一倍，对不对？那个伪创啊，对，嗯，就是这样。那我要跟各位讲说哈，股市常常有一个月一倍吗？特别是这种主流哦，没有哎，个股有主力在做，有可能。可是像这种以整个族群来讲，一个月要一倍，九九才会发生一次。嗯哼，九九才发生一次。你像航运，这是几几十年来就发生这一次。你记不记得在？ 去年年底的时候，两年前年底的，就航运摔下来那那年年底，元宇宙是啊，元宇宙，对不对？在元宇宙之前还有比特币呢，对，元宇宙，然后宏达电也突然从三四涨到到千，对不对？OK，好，对，所以就是有突然一个题材来就烧上，然后然后嗯，分析师在讲，然后大家就这样去拱，那就有这个机会，是的。可是这是不是常常有？没有，不是常常有，嗯，所以不是常常有。当你遇到这个的时候，嗯。 你下次再遇到的时候你就要记住了，警觉性要够。你不是坐在起涨点，嗯，你如果是坐在后面的时候，嗯，你会觉得很好赚，嗯，好，人很奇怪哈，当你觉得很好赚的时候，所以通常就已经就在后面的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我飞鸿在天的，好，所以时间久不久不久，嗯，再长那就是一个月，对，没错，再长就是一个月嘛，嗯哼，好，所以。 如果你们可以去看我之前在、嗯、呃七月底的 Y T，、嗯、<哼>我那时候我就跟甜心讲啊，嗯、我还记得我们在健身车上面，对不对？嗯、我说通常哈、哦，嗯、报大量，嗯、<哼>哦，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成交量五千亿嘛，是，哦五千亿扣掉这个，我们今年的五千亿是没有航运哦，没有，所以嗯，扣掉两年前七月。 七八千亿那时候是有航运占一半的话，对。那现在电子股的成交量，就是在七月底那时候报道五五千亿的成交量<对>，等同于两年前,两年前最热的时候的，没错。所以就是热嘛。是。那只要量已经到疯狂的的程度的时候，嗯、一个月之内就要差不多一个月必泡沫。懂。 果然又被我说中了，是，对不对？七月底到八月底，一个月泡沫，嗯哼，很快哈。对对，所以这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，不断的反复发生在台北股市当中，一而再，再而三。老师刚刚讲，从两年前的航运，甚至呢，呃，这两年前年底的那个时候，包括我记得比特币从一万多、两万多、三万多、四万多、五万多、六万多，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女股神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像也在操作过比特币，你说老师，嗯，会有人问我说，嗯，老师，你讲的道理其实大家都听你这样讲，嗯。 很容易懂啊，对啊。可是为什么做不到？为什么没每几年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？总是会在循环再一对，总是历史都会重演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，就是说，投资人在历史上所学到教训，就是永远都没学会教训。在股海里所学到教训，就是永远没学会教训。嗯，就跟那个嗯，亚马逊的执行长贝佐斯啊，他曾经问过巴菲特嘛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做股神的道理这么简单，嗯，就复制，嗯。” 这个复利的方式这么简单，对，那为什么买进护城河的股票好像也不难呢、啊？对、啊、那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变成第二个股神？第三个股神？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像你这样做？对，因为巴菲特说，因为没有人愿意接受慢慢变富，就四个字，对，慢慢变富。好，可是我现在回过跟你讲说，那我们刚刚讲说人多对不上去，其实大家都知道啊，嗯、对不对？很多都知道人人都对不上去，因为你记得几年两去年还是什么黎太院事件嘛。 啊，去年万圣节的时候，对韩国离太远，人才人一堆人挤在那边，稍微有恐慌就几万人就人才人，然后我们好像上礼拜还是上那礼拜，捷运也是啊，台北北捷也是，有一个车厢突然一堆人往往后冲往后冲，对不对？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有人看到人冲，他也跟着跑，然后编排问说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只知道对，反正就跟着冲嘛，这就是从众，所以一样啊。为为什么要买 AI？ 因为大家都要买 AI 啊，意思是一样。嗯，那但是人多。那我现在，我们现在哈，我跟我爸，我跟你婆媳，为什么会从众？嗯哼，为什么会大家跟着哦买元宇宙，那就买元宇宙；对，买 AI 就买 AI，买货航运就买。为什么？好，很简单。嗯，我是投顾老师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很多人对投顾老师特别。 我们知道新新竹的这个听众都是很理性，嗯嗯、对，通常都是这个高知识分子，跟我一样哈、哦，嗯嗯嗯、建中毕业、清大毕业对不对？嗯，来，嗯，清大、交大都有，<對>嗯、你们都会说，哎、嗯，欸、因为哈、哦，做一个投股老师，嗯、他如果讲没有人在讲的股票，嗯哼，嗯收不到会员。 无法吸吸引到。如果说这个投老这个投顾老师，他是以收会费、招收会员为主他的收入来源的话，主要目的的话，一个老师他去讲没人在讲的股票，你会信吗？太冷了，你会听吗？你很难吸引到别人的。你不会听啊，嗯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听吗？嗯。我这样讲，你去你仔细想一想，我懂，我讲什么道理？没错，一个老师如果去讲。 一个分析次去讲，现在没人在讲的股票，嗯哼，有几个人会听得下去？嗯，有几个人会听得下去？你告诉我。嗯、<哼>然后呢？嗯。好、哦。早上的财经节目，晚上的财经节目，你以为他们是来做慈善的吗？嗯、这些早上的财经节目、晚上的财经节目，他们要不要花钱请主持人？嗯哼，要吗？是,是所有主制作团队主持人要不要付薪水？必须。嗯。<laughs> 那节目的收费来源从哪边？广告，嗯，广告对不对？广告商。节目的最主要收目收费来源是来自于节目的赞助，广告商广告商的赞助，是对不对？自路行销嘛，那广告我为什么要买你这个时段？必须要收视率好啊，要收视率好看啊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收视率好？讲你想要听的。对。那你懂了没？ 今天如果这个财经节目的主持人拉着一堆名嘴，拉着一票分析师，他今天如果讲没人在讲的股票，你会看吗？你不会看呐。对呀，你不会看，他没收视率啊，他没收视率，那个主持人被老板叫去罚站了，你下个月不要来了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跟我广告主交代？我节目卖给谁啊？那你懂了没有？很现实的，你懂了没？懂。 所以，财经节目，他们他活下去是为了什么？收视率，收视率，对，因为要吸引大家的目赚广告费，对。那为了收视率，嗯、那收视率谁的收视率？嗯、你在看财经节目的人，嗯、那你在看财经节目的人，你想听，你想听什么，他就为什么给你，就这样。嗯嗯、那你想听什么？ 听，现在大家都在讲。你一定要，你一定要想听现在大家讲。难道你会想听在面人在讲的吗？像你这两天一定很想听 ETF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老师昨天解释，那没人在讲。我跟你讲，没人在讲，请问你听得下去吗？你会觉得？我想，如果不是我的忠实成粉的听不下去啊。嗯。哎，老师，你你在干嘛？现在人家在讲 AI，你讲这干嘛？对，没收视率哎。上个月老师都没有，完全没有做 AI，没有讲 AI 的时候，你知道？我跟你讲哈。 我七月，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东升财经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最近一个礼拜，礼拜五早上十点到这个十一点，十点四十，四十五到十点，哦，这个在早上东升财经有十分钟，那有一段时间我都没有上然后因为盘中要忙啊，对不对？还要去上财经节目，其实。 交通时间，因为要到现场去，花时间。对，因为你要亲自到现场，然后来回交通，喂十分钟。我想，哎，那一次持人又打，他就哎，突然几个月，因为我当时我也有，嗯，盘中电话连线，嗯，后来我给他推掉了，嗯哼，我不想要搞这么事，这么多这么多事，好好专心带盘带会员，对，哎，结果嘞，他重新邀请我，我想哦，好吧，那就露露脸，对，那我就去讲产业，嗯哼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天我就讲西窗，嗯哼。 没错，你知道他那天问我什么？面板，面板，我记得友达群创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报纸在讲说，哦，这个第三季有机会转亏为盈，对，讲面板，对他就问我说，哎，那面板可不可以？陈晨老师你怎么看？要举圈叉，对不对？对，举圈叉，对啊。那我就说，嗯，因为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在友达做厂长。 好，谁我就不讲了哈，因为我们这寰宇电台新竹的新竹的这个一听就知道，了对不对？这个反正友达就那几个厂啊，对不对？就问一问，这大家就知道啦，是谁哈？好，老师建中同学啦，哈，同学到这边为止，同学不要，同学不要怪我哈，把你把你给出卖了哈。对，结果后来老师就讲，哎呦，因为我们嗯有这个资源啊，同学圈嘛，对不对？那问一下嘛，对啊，那我就在节目讲。 我在节目讲啊，那又达问我说：“哎，老师啊，他喜欢叫你举举举全叉，可以买可以卖吗？”对，我就说啊，一定非要做面板吗？一定要做友达群创吗？对啊，股本那么大，对不对？那大陆有个京东方跟你们三家竞争，嗯。好，所以我说，如果要做面板，嗯，我宁可做谁？面板？瑞鼎供应链？系创？嗯，我没有做联勇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偏爱瑞鼎跟系创。嗯那时候的瑞鼎三百二。 三百一，三百，三百二。然后那时候的戏创也是两百二，两百二附近。嗯哼。好，哎，后来可是后来，下去嘛。对。应该应该是七月底八月初那时候，后来八月初所有都下去，所以瑞鼎就跌到三百以下，戏创也杀到两百零六。嗯。有没有？有低看买，只需买，莫代表我们区别高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可是后来八月中，AI 也杀，八月初到八月中，AI 也杀下来。可是月底这些 AI 就来一个。 强势、嗯、反弹，特别是绩佳定到最后一天，就来一个强势反弹。对，OK，那强势反弹完了，嗯、很快就下来了。是，就一路就开始从三七二就往下了。对，那我我刚讲说，我在东升财经，嗯、我讲瑞鼎，有答，达，我我讲瑞鼎跟气创、嗯，对，你知道吗？没收视率啊。 因为大家对这两那股票没兴趣，没收视率啊！因为大家都觉得你怎么不是讲伪创啊？你怎么不是讲广达啊？没收视率啊！因为，嗯，但是你想哦，嗯，如果八月初你把我话听进去了，是你的瑞典可以买在三百一耶，嗯，你的西装可以买两百二耶，可以买两百二，你还可以买到两百一耶，是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，一个月之后见真章，你就见真章了嘛，嗯对不对？但是那时候，如果，嗯。 为了收视率，我跟你讲，现在人人在讲的股票，那我不是昧着良心吗？是不是？老师的原则，对啊，清楚，嗯，所以，嗯，同理可证，我刚刚就把这个心理告诉你说，是，这也不能怪你啦，因为你会觉得财经节目，都有在讲，你才会觉得它很安全你懂吗？这是人性。 好因为大家都在讲，你才会觉得这一只股票安全呐、啊。可是你都没有想说，大家都在讲，代表大家都上车了。如果你空手，你现在去买大家都在讲的那股票，你不担心你在帮人家抬轿吗？你不担心你被人家。 割韭菜吗？嗯，好，所以这个结论很简单，嗯、就是巴菲特爷爷说的：当别人都在贪婪的时候，你就要懂得戒生恐惧；当别人都在戒生恐惧的时候，你就要懂得大举贪婪。这就是老师一直以来的心法。当行情不好的时候，像去年的十月，像今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，这当行情不好，甚至八月份，然后甚至到现在行情不好的时候，就是老师开始大举贪婪的时候。但是要贪婪什么样的股票，什么样的标的？山头斜照，而且是有地开买，只需买的标的，而这样。 的标的老师现在握在手上，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想跟上的朋友，欢迎直接跟上。小老鼠 H I H 八八八，88, 小老鼠 H I H 八八八。88, 再次感谢健身老师分享，谢谢各位。 现在就加入“股海大丈夫 ”light 生活圈，小老鼠 h i h 八八八，或扫下方 QR code，并且订阅“股海大丈夫 ”YouTube 影音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打开小铃铛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